已经来牺牲。你这卖幸福，是摕我的痛苦，甲阮爸的自由换来的，我绝对袂让你这么好过。你到底是想要从啥？向华，安琪就是你害的对不？你先不别讲啥，我早就应该怀疑你啊！你用尽心机陷害我，搁欺骗我，霸占日月，害我失去所有一切。可见你为着你家己，什么代志你拢做会出来？讲你会害人，也不是无可能的。对不起，阮大姐不是我害，不是你害，你也不是做恶梦。咱这常常骂你，甚至打你，上离谱的是，阿姨走出来，你搁偷偷去报警才甲抓，啊？这拢是你，你就是凶手，阿姨是替你打罪的。莫再讲啊！小杨，你是不是知影家己的身世啊？今日是甲讲出去，才安尼对待伊啊？对哦，可能安琪嘛知影这件代志啊，所以你才会杀人灭口。继续做你的小狗大少爷，对吗？大姐，大姐，我拜托你，你别讲出去好无？你别用亲情来做条件。小吴是我的小妹，我想要阿姨得到伊应该得到的物件。我嘛是你的小弟啊，敢讲你要看到我失去你，失去一切？勇，你甲小狗一点仔关系都拢无。是你根本就不是小家人，跟小家一点仔关系拢无。你讲啥话？安怎？做错什么啊？派我出去啊！我拄才讲过，大姐不是我杀的。是不是你杀的？我会找到证据啊！你放心，我绝对袂让你这样好过。以后你一定要比你，把药啊放在身骨顶。我知影啦。啊，拄则你遐尼激动，是毋是到夜晚佫甲你讲啥？啊，无啥啦。啊，你嘛知影伊，伊心情压起来哦，安尼哦，会怪东怪西，知影就好啦。白姐，嗯，啊，你是一个吼，足乖巧、就好个查某囡仔。请知影永和吼，几条年吼要甲你订婚啊，我足欢喜的呢。嗯，我是感觉敢会伤紧啊。袂啦，其实咯，人来当拄着讲吼，会当互家己安定落来，才是幸福啊，对不？我嘛希望讲，你甲永结婚了后吼，会当幸福美满，吼，快乐过一世人啊。嗯，兰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经营我的婚姻。嗯，对啦，希望安琪的代志，莫阁有衙门压出来，啊那无，代志就大条啊。爸，佩琪。哎，你等来。衙门呢？已经离开啊。哦。佩琪啊。你哥给我捧一杯茶好吗？好，等我一下。好好。妈，耀文，伊到底是找你问啥？伊在问我安琪的代志呢。你是安怎甲讲的？我当然嘛无承认，是讲永儿，伊那雄雄。问安琪的代志，是不是我发现啊？啊，我嘛不知呀。你甲佩奇过后，你了后就要结婚了呢。安尼我知影讲哦，安琪是大个。爸，啊，这个代志已经过去啊。我知。我妈已替我担罪，这代志应该结束啊。我知叶文，
伊就是伫咧试探你，你唔通去受着伊的影响，你千万唔通讲出大姐是我大姐。没啦，伊永远会把这件代志放袂记哩。是的，我无说你吃到。唔通用酒啊！安尼叫我挂掉，我去提扫帚来扫。兰姐，啊，拄只永和，想要你讲什么放袂记啊？哦，伊是讲，伊在安慰我啦。伊是讲叫我吼，卖阁想讲较早为着伊含小路交换代志啊，你烦恼啦，放我袂记倒啊啦，安尼啦。啊，之前的代志哦，拢过去啊。系啊，都卖放你心肝来啦。有影系吼。哎啦，你病伊倒有够久的啊，想要多少少坐一个。好啦好啦，那呢我摕物件你去看。小月，遮坐，妈有话要甲你讲。妈，妈无希望你甲我同款，一世人排着未婚妈妈的歹名声。咱即马姊妹还阁细汉。你还阁有机会选择，你都要想清楚。妈，我真正唔知道要怎想啊。我可以。嗨。你来干嘛？没有啊，我听说伯母出院了，我来看看伯母啊。伯母，你好。来就好啊，那就遐客气，搁炸礼物啊。没有啊，伯母，是听说你刚出院，想说你补补身子嘛，啊，方子。小月，既然治好就来啊，坐落来好好讨论一下。你搁再来找小月，是真心爱伊，还是干那要爱志伟？伯母，请你相信我，我对小月是真心的。真心不是用嘴讲就准算，你会当给阮小月什么保障？只要小月愿意的话，我愿意给她名分，帮她举办一个最浪漫的婚礼，让她成为我李志豪。最美丽的新娘。讲这的话，敢是你真诚的心来话？当然，不信的话我可以发誓。唔免，只有抓人有路用，都袂发生这侪不幸。伯母，我要怎么做你才愿意相信我？我到底要做什么你才愿意把小鱼嫁给我？小鱼。只好讲遮多啊！你听听你家己的感觉。妈，我对志豪一点感觉拢无啦。我看会出来伊这边是足诚心诚意，而且伊阁要照纸挂保证，是安怎你都袂当阁给伊机会？因为我已经不爱他了，所以不管他发誓什么，保证什么。对我来讲又没有意义。小鱼，菜米已经煮食饭，囡仔嘛已经出世了。假使从即马开始，志豪若愿意用真心对待你，你嘛应该爱给弥补的机会啊。妈，我对志豪真是无感觉啦。你听妈讲，囡仔是阿妈母的感情寄托。恁即马有志伟啊，只要恁三个人会当生活做伙，我相信你一定会当从过去迄种感觉，真紧就找倒转来。感情的代志我都不愿讲，哪有可能？
讲要找就找得回来。敢讲你都袂当为着志伟，尽心用心去找，敢讲你真是要放弃志伟，甘愿听伊叫别人妈妈爸爸是无？莫搁糊涂啊！爱紧做决定。妈，莫一直逼我做决定啦，我唔知啦。你哪会知？阿爹做决定。啊，妈。那就这样。志豪，让我找找。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就是因为你出现。就是因为你倒来抢囡仔，即摆已经拢要煞去啊！你敢知影？明明就要闪避你，曹志伟即摆已经离家出走，你母仔今摆去倒位？是不是有病啊？我拢唔知影嘞！你敢敢来？你敢出去？出去！大叔，大叔你莫遮生气啦！志豪，伊就想讲我出院啊，专工赶礼物来看我的啦。两个宝贝都给你买手去啊！啊，咁都爱讲到这歹听，我讲话歹听，歹势哦阿丽啊！我讲拢是实在话，你敢知这个唔正经？可是阿达对待小鱼的，伊安怎招待的？你敢知啊？伊天天拢喊的，你把你小鱼当作是头咪啊呢？想要耍都带伊耍耍，无想要滴就给蛋掉。你当真的爱恁早囝？唔是。你是为李志豪知伊袂生啊？我发现讲小雨有伊囡仔，你再烦心倒来要找伊啦。世间有遮好代志哦，好康拢你无去哦，无啦。李志豪，你安尼做，太无良心嘛你啦。主，志豪较早对不起小雨，伊知影伊唔对啊，伊嘛倒来甲伊忏悔啊。即便想要甲个家亲生囝带回身躯边，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你哪会讲伊无良心？你即摆讲啥？你是不是咧替李志豪这毋正囡仔讲话啊？无啦，李主席，我嘛无这個意思啦。无什么意思，我无了解啊，讲我听看卖。我是感觉讲，小鱼甲志豪是志伟的亲生爸爸妈妈，啊囡仔若是会当甲家己的亲生爸母做做伙，安尼毋才会幸福会圆满啊，圆满。阿丽啊，枉费的，真正枉费。我猜阮大家哦，对你甲小鱼遮尔好。这段话你讲会出来，你真正要替李志豪，把志伟套断就对了。我是干那愿望，我小姚半世人会当有一个圆满的家庭。你哪会这自私？你敢以为你查囝有一个圆满的家庭？阿君嘞，你老天要想过，阿爸甲妹妹要安怎？假使志伟若是叫李志豪娶去，你哪要活落去？你甲我讲啦，多一个做妈妈，无为家己的囝儿是世世上，你也唔甘阿变较明明，我嘛也唔甘我小鱼无幸福啊！你小鱼无幸福，是谁家做你来哦？跟我什么地带？谁早甲我牵拖落去？我囝儿明明跟我做唔着什么代志，无咧，拢是你小鱼甲你日本人害。是安怎因都爱讲阿这尔辛苦阿丽啊？讲较辛苦，敢会比亲生囝袂当伫身躯边讲较艰苦？问题阮囝甲明明，嘛是甲志伟当作家己亲生囝的小命命。我猜，我知阿变甲明明将志伟当作亲生囝咧疼入心，若是甲志伟传走伊咧就艰苦。啊，不过志豪甲小鱼是志伟的亲生爸爸妈妈，明明咧就将伊的亲生囝抱来疼抱来笑，你敢知？你即摆讲我啰啰长，讲我切到全部，你就是要替这一步啦，干脆我传递就对啦。阿祖，你嘛知影小鱼感情路，一直拢真坎坷。即摆志豪，叫你诚心要来娶伊，甲志伟倒转去日本团圆，
你根本袂当祝福伊，我做袂到。阿娘，你爱知影哦，当初阿爸爸爸将小鱼做代理孕母，我无离婚就一人亏待你哦。只要小鱼亏出的代志，每一项代志我都做到到，而且阿爸爸爸告小鱼袂借钱哦，钱。钱我会想办法给你用的。你真搞的哦，讲到钱，这你要伤势哦，哈？我知啦，你即马找到一个有钱的日本佬来做靠山，所以钱对你来讲无啥对不对？不要紧啦，有过水无痕哦，哈？一个代志好解决。我问你，阮对子维爱，阮对因的感情，你安怎行啦？你有啥物用啦？你一直讲笑，你唔通袂记，子维是阮小月咧排到十个月，天崩地死的，因母仔囝的情感都放在你心头，你讲啥物废话啊？当初阮找小月，是叫伊把头生囝了。拢是小姨不知影介绍，你知袂？你做手术了哦，刚刚这老不老白来，代志才变到十号钟，才变到我同事。你别走，你赶快买酒回来哦，我等你酒回来两个。买完给啊，拢说唔对啦。嘿啦，是阮小姨袂介绍，在行只好做位，就四位生落来啦。我不过已经知影是介绍的。想要甲子豪结婚，就家己的亲生囝子维抱来疼，哎呀，没良心无！哎呦喂，我才目睭紧紧甲你看，看你两个外形哦！你，妈，你怎这样？你都出名了，我兄弟，他应该会是的，是的。你别跟我讲是的，我外地我娘操的啦！我心转念，我就看你两个好未。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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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丹呢？妈，你哪样得准叫王家王家呢啦？我哥到底在家呢？你老是不要再乱跑去啊！每多爱都泡泡澡嘛，现在吹毛说在大锣鼓。伯母，他不让你住，就不要住啦、啊。这里也没多好啊。对啊，这样好了，伯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你们接去我那边住好不好？志豪，没看我妈现在身体不舒服，而且在气头上吗？还讲那些火上加油干嘛？志豪，我警告你啊，伊泽，你一定伤害魏小雨啊。你千万别来跟他讲话哦，伯母，请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辜负小鱼的。杨公武，这边是我跟小鱼告你，他说你那公在伤害伊，搁在欺骗伊感情，我做鬼都没帮你耍哦。伯母，我都特地从日本回来了，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我跟你保证。志豪，我真的能再相信你吗？首先哦，我伫你店里放一个山海顶，吼，安尼就当化解你店对面迄探头线。啊，刷来，你店内底便所来处理，吼，所以我会传一个粗盐，一两银，九个铜钱。一罐迄个安心水，啊，搁有啦招财化煞的葫芦，啊，来甲净化一下，安尼就当去除你垃圾煞气。这个煞气若化开掉，迄少林就要来论啊。无唔对，啊，而且店内财位哦，嘛要搁安一个风水轮，哦，安尼生意才会稳定，你赚到钱，你才留会落来。对哦，其实哦，我的店生意真好。啊！我钱拢留袂落来呢。我就讲嘛，对了，
开运的钱啦，这内底吼，有一个我开工价一个古董钱，啊，搁套的符，这送你。多谢，啊是讲，这是要挂着？哈哈，这你着囥咧包包，随时带着好啊。哦，这当替你开运，招财开桃花哦。阿婆，你写就厉害，含这你也听我想着。 多谢你啦，免客气啦，啊，招财方法足多啦，你若有兴趣，过年要教，我给你教你哦，接财先哦。好啊，好啊，好啊。婆啊，阿姐你来接婆啊。是啊。没错。婆啊吼，教我讲安那招财啦，阿佫送我一只哦。哦。这话有啥代志啊？ 我看伊啊，你讲啥？哦，你先坐一下。哦哦哦。今年哦，财神来神，是正话切过，我是，所以吼，到迄个时辰的时阵啊，你得晓。看这两个哦，讲甲咧花头喜面，有够凄惨。伤心事故。好啊，我看你今日坐到台子要无闲，啊无，我先来走，你赶早来啦吼。 等一下啦！你先哪样啦？啊，无啊。无。啊，阿婆啊，我时间也差不多啊，我应该要回去开店嘛。姐啊，有闲哦，过来我遐高歌一曲，你的歌声是真好听的。 好，好，好啊，好啊，另外过店面再跟你讲嘛，好，好，我先去上，我上去上，再见，谢谢，好，顺行哈，啊，嗯，哼，嘴巧偏强，我阿伯么，样傻傻，哦，白孙阿娘阿掉车惊，去掠讲。 是看人冤家哦，莫在脸笑话好无啦？你要看我几巴肚火哦啦！好好好好，来来来，你唔是啊，第一讲只火气咧啦。哎，我听好声讲，阿玲今仔要出院，啊，你若无去接伊，婆，我见过你哦。嗯。后摆伫我面前。 最好莫提起你后夜你这生意，哦，我无这个朋友。你就是牵阿丽绑架哦，啊，阿贤啊，奇怪了，这阿丽都故意人啊，你才有可能去得失着你啦。伊故意人，你故意拜拜了伊。不是啊，那呢？ 阿大咧知影志伟是伊孙啊，想要甲讨转去饲他。哦，唉，这桩代志早晚拢会互伊知嘛。既然都约孙，我伊要讨转嘛是正常啊。你讲的是什么衰话啊？你也毋是毋知，阮大家志伟伊性格咱命的了。阿你也足自私的呢，竟然徛伫阿本阿迄边，甲小雨。 想要甲志伟抢回去，你都唔知哦，明明我可怜的呢，为了这件代志，甲志伟出来，你的大陆去呢？啊，这帮母仔是唔是有平安？未伫喺度，拢无人知呢，我想要烦恼死哦。哎呀，面起来是会当安怎呢？这嘛袂当解决问题啊！国家讲，志伟啊。 啊，毋是要卖无母，哦，恁娘用的。小姨甲迄个本人，就是伊的亲爸母，啊，即款迄个缘关系，即敢切来利用，想较开的啦。不管以后这志伟是去跟着什么人，只要伊健康、伊平安，你都会较好啦。你讲的我拢知影，我的就是阿妹老师吗？我一定正直的啦。
甲大家研究一下，到底要参详才阁讲。好啦好啦，因事挂办啦。其实哦，我你的老朋友真正袂歹呢。无，阮都发生遮侪代志，敢若一块大块石头哦，跌伫我的心肝，迄一口气哦，吞袂落去，也吐袂出来，有话都毋知要找谁讲。其实我你这个朋友啊，我感觉我足好个，对，我一间防水管啊，拢我一个人诶，大项细项代志拢爱家己来，啊，好佳哉有你安尼加减甲我斗相共，啊，佫无要领我薪水，对无？啊，若逐冬哦，拄着过年诶时阵，佫会请我去恁兜围炉呢，啊，毋知今年。我有一个口红，找我要创啊？你再找兰姐啊？我把兰姐对你印象嘛袂歹啊。你当去个平安路吧，对无？伊遐灯光美，气氛佳，啊，佮有做者游客妹妹，有迄青春的肉体，通互你摸啊。妹，你是讲啥啦？我袂讲帅啦，袂紧张啦，我是讲有手通互你算命啊，看手相啊，对唔？啊，你毋是足爽个？什么话啦？欸，我敢是迄款重色轻友的人。你歹讲哦，兰姐对你印象好啊，啊伊嘛生真水啊，气质嘛好啊。但阮这种大块的，就是老朋友啊，哪有新朋友好？哎呦，我甲你讲啦，我是重情重义，绝对不是重分别的人，好吧？歹讲啦，查甫人拢同款啦，敢那虎头蜂嘞，看到你咯，就起我呀。好嘞，好嘞，你讲起来。诶，啊，今年到底会当去恁家过年无啊？诶，我真正是一个人尔嘞，啊，无伊无我呢。你敢真正要看我安尼一个人伫二高暝啊坐踮迄个便利商店啊食泡面配关东煮？这边看啦。你变看啥啦？诶，你袂记哦？我逐当去恁家过年的时阵，过到时阵哦，甲恁家厝内风水安尼斗看看，哦，刷一下财位，还是看你是啊爱加强、爱化解，对无？互恁明年啊，合家平安、平安大赚钱，你敢唔好哦？我就是咧等恁一句话尔啦。哈哈哈！哈，跟你讲就对啦。诶，是讲啊，今年这菜色诶，有啥物变化无？我会当点我家己的菜无？你食？食。呵呵，你莫讲，我知影你要讲啥，你一定要讲。你去食屎啦，对不？诶，你讲毋是我讲的哦。哈哈哈！哈，你吃倒来。贝拉，你甲我记诶吼，即个算好心。啊那即个啊，这袂歹，这老诶。哎，阿妈，这一盒要互小平吧？啊，搁一盒未？是要留咧还是要送啊？留食早顿啊，留咧来。哦，这。哎，爸爸，这哦，明星叫人摕去服务处给我诶低基金啦。哎，我摕来互你领。哎。一个人恁的哦，还过恁哦。看起来因的今年业绩袂歹哦。应该是啊。哎，贤水啊，啊过年咱要转来租厝吼，我看到这几行啊，摕转来你看安怎？我看哦，还是去买一寡较好的健康食品服务啊啦。啊，小路甲民生啊，进前互咱领遐尼侪免钱的低基金呢，对唔？咱嘛应该传一寡较好的、较贵重的礼物送伊。哦。哎妈，安尼咱家有多一盒，是要送给阿伯那边的呀？嗯，要送给阿伯因爸吼。哎，到时我再准备啦。哦，好啦。你是讲妈，阿伯这两天刚打电话哩？我打电话是要讲啥？啊，明明个智慧拢无转来啦，我想着我就不准。
你刚来啊，我来开门。都要为难我啦，我找无明明甲智慧，看是变哪只好诶。爸。喂，阿伯，拜拜。对对对对对，阿嫂，这是我今天买生意啊。啊，多谢你呢。阿公拄只讲到你呢，你就来啊。哎，来，坐啦，坐啦。好，谢谢，谢谢。哎，阿伯，你看起来敢那有较瘦吼？明明就无伫咧，一边讲嘛食袂落，困袂去。阿伯啦，阿明明这几工。干不跟你联络？无呢，爸。啊，不过我是有探听到啦，因为伊的出入境记录啊，其实伊刚飞去大陆了后，伊就随买机票，飞转来台湾啦。哟！啊！啊，这，你意思讲明明跟志武这么在台湾哦？伊安尼做啊，一定是想要给大家了准讲，伊真正离开台湾啦。做代志就细腻的，应该是袂甲志伟带去无人识在的所在啊。啊，万一若是拄到啥物麻烦，啊，无人会当斗相共，安尼等到愈害啊。是啊，是啊，是啊，既然知影明明在台湾哦，安尼较好找啊啦。是讲明明唔知影甲志伟带去倒位啊吼。所有亲戚我拢已经打电话去问过啊，因拢讲明明无甲伊联络啊。妈，这大都讲。啊，明明就是超工要避开，互咱找无的啊！伊就准讲去外口上，一定是甲人交代好，讲叫伊袂当甲咱讲伊去倒位啊。明明天嘛吼，一定是啥物人话拢不爱去信啊！若无佫拄到一寡嘿，交话的人，甲代志拢讲讲出来，啊，天都害。哎，啊无你即嘛是咧怪讲志伟代志，我暗看咱无好势是无？无讲吼。哎呦，妈，你别胡白乱想啦！出来交话人，也不是干那你一个人尔。啊，对啦，拢白啦啦！啊，你无代无志安尼胡白乱讲，害大家拢误会阿扁甲小鱼头生囡啊。妈，你会当骂安尼无？啊，虽然讲我讲唔对话，也唔讲这件代志不干安尼，也不是我起头的啊。好啦好啦，过年啊啦。是不是得卖搁等啊？啊，阿伯啦，啊大家新妇你分袂清楚呀？爸妈，我们回来啊！哎哎，我你来了。哎，啊这人送话我都无啊，送你。哈哈哈！你无来了，送我问你。大嫂，你是有心事啊？无啊，哪有啊？阿伯就来送礼啊。阮讲着明明的代志啊。哦。嗯。哥啊，啊明明出国这几天，敢有打电话给你？无。啊。嘿，啊自细汉明明甲你感情上好啦，恁若做啥物代志拢互相 cover， 伊无甲你联络，嘿，实在嘛真奇怪呢。对吼，哎，林哥啊，见过你哦。明明哦，甲你联络，你是唔通结口结哦，拢唔讲哦。哎呀，但你嘛拜托，我拢做老爸人安尼，哪有可能轻重分袂清楚啊？好啦好啦，明明若有甲你联络，你可以带志伟紧返去啦。No problem。嘿，还是讲，都要等去租厝位咯，啊，恁两个是安怎，还阁要一堆物件是创啊？啊，这，这唔是要互你啊，这是要赞赞去后头厝啊。对啦。啊哦，过年时阵剩阮爸一个人，我惊伊有白食，所以买些较营养的物件给伊食。哦，真赞！哎，阿新哥一个人食较肥哦。啊，哦，啊，这拢小朋友较喜欢的物件嘞。妈，搁有糖果啊？啊，这糖啊，我都买啊，你是搁要创啥啦？那是要加合起来。哎哎哎哎哎！国华，恁家禾要遮细汉，伊敢会当食这棒棒糖啊？你心疼有囡仔食棒棒糖嘞？迄囡仔食棒棒糖拢伫遐咧乌白走，迄慢慢就跋落去吐了，然后你看袂安怎？都是啊。这是我要食。拜托，赶紧啊！国华，你是为嘛就介意食这白色棒棒糖啊？
哎，唔对啊！嗯，啊，之前我嘛有买这个嘉禾啊，同款的啊，啊，我都已经买啊，你是啊，你是自修证？有诶，无去，也毋知买新的给伊。嗯，像过年时啊吼，啊，逐个囡仔拢有新玩具，啊，顶摆我就是有买给嘉禾甲信安啦，啊，我就是无买给志伟啦，即么志伟若转来，我就还阁补伊一个玩具再来。 时间嘛，差不多嘛，谈好来等啊，我们先来这。啊，你是不是啊？这边广东有你点啊？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小霞，嗯，谢谢，我来，我想来啊。好，这里，拜拜。拜拜。喂，他吃饭饭了，哦，妈咪饿了。 对，宝贝好棒！哎，吃糖糖好不好？嗯。因为你看他吹口哨哎。那妈咪帮你拍照好不好？好。你耶，你们耶，耶耶耶，好棒！耶耶，帮你开。 志豪，是我拜托你，我拜托你千万不要把事情说出来。不可能，今天来就是把志伟带走。今天是志伟的生日，算我求你好不好？算我求你啊，志豪，今天先让大家开心的帮志伟过完生日，有什么话之后再说好不好？就是啊，这件事情明明迟早都会知道的，你难道就不能留给他最后的一点快乐回忆吗？ 好，没关系，我过几天就在律师过去，我将采取法律途进来解决。阿达妈妈，嗯，在困起啊？哎，志伟，困起来了。嘿，囡仔起码就是安尼啦，我叫我讲迄故事书我听，我讲三百才困起啦。哈哈，起码囡仔较歹喘。 那我小平细汉的时阵哦，安尼戆戆啊，甲戆戆啊，甲拗哦，迄戆戆啊就困去啊。哈哈哈哈哈。还是因为今仔日太巧啊，阿公，阿叔，阿公。嘿，阿公。对哇，咱志伟算讲真乖嘞，我来遮带几落囝，伊也袂讲吵要转去，算讲哦，你咬咬。哈。无啦，这是爱的教育啦。嘿啦，是讲有当爱的教育嘛袂歹，啊，不过有当时爱的教育不一定讲好哦。 有当时教囡仔愈咬愈翻哦，志伟吼个性好啦，真讨厌爸母。歹势啦，我老翻灯，我说讲唔对话，实咧，歹势啦。白龙先生，不要紧啦。其实我看会出吼，你真疼志伟，啊嘛真疼惜志伟啦。今仔日算讲吼，有人甲我讲，小平是我个囡仔，要甲伊讨讨转去，坦白讲啦。 我绝对甲伊变面的。这是我的囡仔，我真袂当失去伊，只是我嘛袂当失去我这个妈妈，我一定想办法甲厝留伫我身躯边。爸，你又来了。大哥，李阿明啊，哇，好多礼物啊！你看，拢是你的哦。玩具哦。玩具哦。啊，这是几点了呢？ 哎呦，我不要你玩，还是我最近时间，我想做一个你要困啊。好啦，跟妈妈回去睡觉。谢谢大家哈，妈妈睡觉。哎呀，谢谢。啊，跟妈妈去睡觉哈。啊，准备好没上好哩啊？啊，对啊，出去都有哩。有啊，都还没吃完呢，不提啦。嗯，哎呀。 小高，我们变森林王子泰山了，你。大哥，林姐，林宝，这就不要秘密了。哦，谢谢。
厝的人啊，佮阿边，是毋是拢来找我？废话，啊无咧，大家烦恼到要死。啊，尤其是阿边啊，为着要找你哦，茶不思，饭不想，即摆已经变作皮包骨啊。明明，我甲国华有讨论过，你安尼一直要伫遮，嘛毋是办法的。你就是讲啊，大家拢等等过过年咧。哎，而且连爸妈仔哦，嘛要等去做厨卫咯。我，对啦，我嘛是甲国华哦，因等去厝内底安尼做厨安尼围炉，啊，大家过年时啊嘛，人侪较热闹啦。对啊，哇，安尼到时阵妈仔哦，出来甲村里甲智慧，哇，那真哩稀微啊。哎，我再讲，迄阿斌个变做皮包骨安尼，你若是搁无爱转去哦，恐惊伊可能会急。好，明明，你安尼爸爸都比一世人啊。啊，搁再讲，阿斌即卖就想智慧，我相信智慧，嘛一定就想伊爸爸呀。李志豪，直接等我甲智慧抱转去，然后一定要甲伊抢走啊！我真无多失去智慧。明明，好啦，你莫艰苦，阮是为你好，毋是得比你啊，吼。有人来啊！我先去房间啦。哎，慢，我拄只吼，我叫披萨，可能要上来。小平，拜托你去开门好吗？谢谢你，坚定个不是。披萨，叫小杨啊。哎，小杨，小平，老婆，你等一下，老婆，走啦。老婆，你莫要跟我回去，我也无想要回去啊。可放开啊，妹。老婆，你听我讲啊，我逐天拢在想你甲志伟。哇！大家拢在烦恼，烦恼恁过得好无？烦恼恁有人照顾无？你敢知影？我即阵仔四界咧找你，我安怎找到是无恁的消息？我真感觉我家己足无路用的，老婆。林国华，我真无敢相信你，你竟然出卖我！我真正叫披萨呢，我才来认识伊呀。明明，你误会国华啦。你莫怪霍华啦，是我对因来的。我着拄则送你去骂遐的时阵，国华因拄好转来，啊，我看到伊买足侪玩具，啊，搁有棒棒糖，所以我着约讲，你一定是秘伫遮啦。阿斌看到遐的物件，着约着你伫阮家，啊，这着表示阿斌真正是在乎你甲志伟，安尼你敢忍心和因爸仔囝分开啊？哎呦！看有啥物代志，咱好好啊参详。只要恁甘心哦，无啥物代志无法度解决啦啊。哦，啊，嘉禾敢那在好呢？哎呦，哪里？好来哦。啊，可能是我枕头哦，跌了伤悬，我来刷。老婆。我知你唔甘看到志伟离开咱，啊！不过我当甲你保证，我绝对袂放弃李志豪啊！甲志伟抢去啊！啊！不过志伟就是小玉甲志豪的囡仔，因为我看你甲囡仔偷转去的，我今嘛除了带志伟避开，我真正无其他办法。你先听我讲，你听我讲啊！我查过足侪资料。我问我们归律师啊，志伟是咱合法领养的，而且志伟跟咱有感情，伊嘛敢那会晓认咱尔，就算讲最后行法院啊，法官嘛会看志伟状况，做出上好的判断啊，你放心啊。你意思是，即卖状况就当较有利？对，我有信心，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袂让李志豪甲志伟抢去的。我用我的性命，好好保护你，好好保护志伟，袂阁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老婆，你敢知影？
我这阵我拢看无你的人啊！我真正要气消啊！不是，我知我无应该无甲你讲这些就离开，我嘛应该知影你袂比我较好过。傻瓜，你答应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还是讲遇到任何困难，你来跟我参详，莫搁一个人讲我心事，知无？阿甘妈拢烦恼你甲姊妹啊，阿即马来等啊。那你就对了嘛，过年就剩一家团圆嘛，对吧？来，我先吃。小平，国华，这阵啊，多谢您替我照顾明明阿哥志伟啊。别听你客气啦，大家拢是亲戚，互相照顾嘛是应该嘛。好，谢。我稍等，就把物件收收的，吃便当去。明明。我爸一直叫我罗志伟，就乖就巧哎。啊，过年的时阵，阿姨等来给我爸托红包。嗯，你看来，吼，我唔敢志伟只包你啊，遐孙哦，我生成几啊包嘞。小妹，你来啊。亲爱。爸，好想你哦！来，爸爸，爸爸，来，嗯，亲爱，我是爸爸，你忘了？哎，爸爸，爸爸，嗯，今仔人可能就是安尼啦。一两天无见，就开始变催婚啦。不要紧啦。啊，迄语言治疗时间还袂到，先坐来等好啊。来，现在坐好。夏芬，因为你是头一次来，啊，我进前来的时阵，语言治疗师有甲我讲过，女性的即马才拄开始在学讲话，啊，开始的时阵会较辛苦，不过以后会愈来愈好，啊，咱爱定定甲鼓励啊。做啥呀？看到亲爱，会当静静听到物件。我想要偌久，伊会当甲正常囡仔同款，我真正足欢喜的。你是欢喜啥？现在是我爱查某囝，我会家己家己照顾好。嘉芬，你莫误会，我只是想要加关心心爱一下尔。歹势啦。我可能昨暗想较困啊，人有小可无爽快。啊，不要紧，不要紧。爸爸。哎，面祖，你怎么会来？哎，爸爸。彩云，你哪找面祖来啊？啊，面祖刚是感冒啊。啊。感冒？嗯，感冒了。明德，那呢，你带念珠去医生看，今仔感冒要较注意的。啊，唔免啦，心爱就好较特殊。明德，你老爸陪伊，我带念珠去就好啊。来，走，去看医生。走，我先去好。啊，来，走。念珠要听护士阿姨的话哈。好。
记得前几天，爸爸有教过你的包子的包，不不，包子的包，不不。没关系，爸爸哦，有空的时候再教你好不好？小妹妹，我是她妈妈。这是语言治疗课程的费用，麻烦你们先去缴费。啊，这我来就好啊，多谢你啊。啊，照顾心爱嘛是我的责任，我来了。心爱，乖在这边等了哈。走，你让过去，叫我讲去走。是。小姐，请问你是现在的妈妈吗？对。哦，我们医院要替现在做点测试，麻烦请跟我来。好，现在我们去做检查喽。啊，走。收塞啊，那也拢无人。因为要做天气检测，所以周遭环境不可以太吵，以免会影响到仪器的准确度。哦，原来是这样。这边请。这里没有什么仪器啊。请你们稍等一下。仪器等等就送过来了。啊，芳华姐，为了避免手机讯号影响到我们仪器的准确度，所以请您先把手机关机，然后先交给我。等到检查结束后，我会再把手机还给您。啊，好。麻烦先稍等一下。先来，我们来这边坐着等。哎呀，等一下帮你检查，你要乖乖哦，好吧？嘉芬跟心爱哪会无伫个？您拨的电话未开机。嘉芬，你手机安奈关机？这么急啊？秋生的小朋友跟伊妈妈是咪去上课啊？无，安尼你刚才用去倒啊？唔知。安尼哦，麻烦你啊，谢谢。念祖，回家乖乖吃药，这样感冒才快点好，知道吗？念祖看好啊。
啊，嘉芬跟心爱嘞？我唔知，我拄只去替心爱拿钱啊，啊，回来了后就无看到因啊。拄只我有问何律师，何律师嘛唔知，啊，即摆开伊电话嘛未通，我惊唔知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林明德，你跟钟嘉芬真有心电感应，伊一出代志，你又是怎样？你讲这话什么意思？你跟钟嘉芬想要做人袂好啊，连一个囡仔照顾袂好势，还心爱，差点变臭鱼啊！当初给抱走的时阵，是真用心在照顾伊。恁爹也讲废话。人藏在倒，紧交出来啊！你卖不乱话好不好？我今嘛是摆卡呢，那话都对伊安怎？邱正贤，你形容出现伫遮一定有问题。你紧讲，你甲这份阿信爱藏在倒啊？你是多一缕话，就看到我该藏起来。免看，用片啊拢片会出来。只有你这款变态，才会做出这款代志。我警告你哦，人紧交出来。现在你安怎讲啦？对啦，我听讲你囡仔应该去找你的关护人报道才对啊。陈兰，当地多。你报道时间还过一点钟，所以你半点钟以来一定要离开家，无你就袂赴啊。水里哦，你若是迟到，你的关护人反正就生气，对你提起告诉，你就要让上头去吃边几饭啊。对啦，明德，你先去报道，嘉芬阿姊还无去找。你去找？你哪去找啊？万岁有人会出代志哦。我警告你哦，嘉芬母阿囝闹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会帮你抓的。放开，请你放手。嗯？明德，你对我发脾气，对代志也无帮助啊！我要跟你去找嘉芬，让他不收我，跟其他嘉芬一条。邱正贤，你到底给人藏去倒啊？我真想跟你斗三工，啊，不过我真正唔知人伫倒位，歹势，你斗斗找。邱正贤。陈云，嘉芬的手机还是未通，我挂了，咱分头来找好啊。你家己较细腻。我跟伊明仔，跟我妈走。哎，温妮小姐，哎，不好意思，请问你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有带一个助听器？没有哎。没有。哎，不好意思，再请稍等一下。请问一下你们医院的广播在哪里？钟嘉芬小姐，你的朋友林明德先生在找你。如果你听到广播，请尽快与他联络。钟嘉芬小姐，你的朋友林明德先生在找你。如果你听到广播，请尽快与他联络。明德，你找我？奇怪，拢这么久啊，医生呢还未来替心爱做检查？收掉啊！手机也给你摕去啊！敢讲迄个人根本不是医生？
这条刚刚骗来吃的。时间够了不？那多久？十分钟。十分钟以来，林明德若是无找到钟家芬因母仔，伊绝对就袂赴赶过。喂 ，Dora。啊，郑贤，你人是不是伫庆鸿医院？你哪在？原来我拄只看的人就是你。我人嘛在庆鸿医院，你人在倒？啊，我在六楼病房。啊，你嘞？我在李药处。啊，无你等我，我先马去找你。嗯。感冒够好，先慢慢好走去。是。会不爽快，无奈来病院。我来看朋友啊，阿丽嘞。我来帮我爸爸领药。哦。秋姐，我问你，嘉芬因母仔，你到底藏在什么所在？林明德，你到底爱我讲几届？这样代志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郑贤是来看朋友的。看朋友。那你朋友在哪？六楼的病房，刚已经。今麦就算找着钟嘉芬、李明德，也赶袂赴去报道啊。因两个真正足过分的，你也无抓因啊？拄只是甚物态度？面对这款人，卖插面。你药刚摕好啊，等下我找你来吃饭。好啊，我拄好有代志要跟你讲，你等我一下。陈云，你听我话没？好。医生，派一个证明机哈。你刚有看到一个大人是穿白格子的衣服，啊，带一个囡仔，有挂助听器，啊，有来这场活动的。无嘞，无，多谢你哈。明德，安怎？我感觉迄个人怪怪，我敢无亲像医生，敢是伫咧讲梦。你别怪，你即马传念处，偷偷去找叶护理师，而且护理师看卖是毋是真人所事，哈，我伫遮等你。嗯，再见。哎，歹势医生，你有啥物代志？啊，是安尼啦，我想要做问者，你刚才耳鼻喉科是倒一站啦？奇怪呢，啊，我是在问你耳鼻喉科，你哪会看时间啊？啊，是讲你刚才在医生，我哪会无看到你挂识别证啊？我在问你喂。好，你出来啊！好，你说，麻烦姐，
阮朋友敢那被人关在内底，伊敢会当拍开者？谢谢。多谢你。无啦，不如一就好。明德，你给伊报道啊，若无我家是该袂赴的。好啊，你有代志就好，安尼应该会较顺利的，我先来去啊。吃饭，你得去看麦，我家做这些为了明德。哦，我行。小心。哎，多谢你哈，好好好。李明德，你真正无使钟家斌无我囝，免赶，早就已经袂赴啊，准备就去食恁一饭啊。听讲甘家内底年夜饭有加菜哦。听到我问你，以你的经验，为啥开车去派出所需要偌久的时间啊？哦，别人我是唔知啦，以你的技术咯，唔免十分钟啦。多谢你。俊贤，歹势啦，可能即个阁要让你失望啊。我拄则已经打电话给我的关护人啊，我甲讲，因为我今仔日就是去拄到捷校的，所以再耽误三十分钟的时间，你看我到。想袂到我一开嘴，伊就答应啊。因为伊甲我讲哦，自我考试出来了后，一礼拜反拢足好个，而且进程大概拢有准时到位，所以即个伊愿意花这方便。新年快乐！我希望你新个一年所有愿望拢会当实现，恭喜发财！呀！邱正贤，迄是闽南人的暗号，大家要来打啥架？无采取你一个人，孤军奋战。我也免管你这样早，伊的时间这么赶，无一定会到。万岁在路会出车祸嘛，无一定啊。正贤，呀。彩云，啊，拄只伫个邱正贤边啊，翕微笑一下，就是伊的新欢啊。听讲因爸足好呀，佳芬，你敢有感觉伊的外形、啊穿着，该就行诶？敢无？希望伊头壳较清醒，卖互邱正贤骗去啊。佳芬。拄只明德无顾一切，一定要先救你，才要去报道。伊的心意，你应该就了解。你是不是当考虑明仔载带心爱回来林家做伙吃年夜饭？你若是回来，阿嬷、阿伯、阿母就欢喜的。妹妹。明天可以跟我们一起过年。心爱，你是不是很想跟大家一起过年？彩云，明仔载，然后你带我找心爱回去，甲大家做伙围炉。来哪里？欢迎个兰姐，阿跟我算到约好，要跟你做回头啊。好啦，我明仔载替你找相爱的
坐下，请慢用。喂，妈，我已经到位啊，你在倒？安尼哦，无你伫餐厅门口等，我去接你。好，我妈已经到附近啊，啊，不过找无所在，我去找伊。你等我一下啊。是啊，好佳哉，我有偷录着因咧讲话。今仔日李明德开当找着钟嘉芬。信美集团财务长，阿姨你好，杜家我可唔敢乌白乱叫，原来你就是郑贤妈妈。你怕什么要那走？我拢给调查好啊，林明德起码好判刑，后日应该等于报道。我暗算改看这条啊，让伊袂赴等去报道，安尼个关护人就会当依法将他起诉，该上等个拢下来。等一下就进行我们下一个计划。哼，我爸邱正贤一定会上钩。哼，当然再看我哩，拜拜。你好，拄才我听郑贤讲，你有代志要跟我参详啊？是安尼啦，最近我有甲阮爸爸讲，信美集团，伊敢若就有兴趣要投资哦。阿姨，你甲郑贤拢想要甲阮爸爸合作，那呢我会当帮你牵线。阮爸爸上听话，一定会听我的。这个企划案很有前瞻性啊，那是咱合作，对阮信美一定有真大帮助。我就知影你定会答应，那安尼今仔日我来甲阮爸爸讲。妈，你听话。我是认为，金叔都爱挂单。因为两间这大间的公司要合作，这是一件大代志。我先把这份资料早带来公司，和阮的企划部好好评估一下，等到咱这个约时间来好好讨论。阿姨，这代志比较周全，这么大的合作案一定要好好考虑才行，要不然会像我做事情比较莽撞。多少？我妈，你想要跟你妈合作，到时阵就麻烦你了。郑贤，我恁两个斗斗讲，啊，我先来洗手间去。上好一款。我感觉你妈妈该想无啥介意我。你哪里想啊？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就是一种感觉。郑贤，拄只我讲有讲啥物唔对的话，
啊，是你妈妈看没惯系我的穿着。你想想这啊，我妈无迄意思啊，伊对你印象真好。拄只是病院时阵，迄个人是钟家芬对无？你妈妈敢会以为我是钟家芬？哪会啊？你甲钟家芬是完全无共两个人，你莫有白想。正贤，我是真正足希望咱会当有进一步的发展。若是你妈妈无佮意我，我真正就无希望你因为我破坏恁母仔的关系。对啦，我妈是公司的财务长，伊对投资本来较谨慎。我相信伊回去看过资料以后，就改变对你的想法。真的吗？来，对你家己真的无信心。我看以后我还是叫你邱大哥好啊，要若无，你妈妈连讲啊，搁会吃我的醋。我妈才不安呢。你放心，等我的好消息。正贤，我是真的很希望帮助你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Dora。妈，咱就安尼搬走，安尼敢好？今仔日是咧围炉的呢。应该就是爱规家口啊，拢做伙毋才对。伊是志伟的亲妈妈，当然应该甲志伟出来，含伊的亲爸爸安尼做伙，袂应该阁留在别人兜啊。小雨，我跟你说，我在饭店替你跟伯母订了一个房间，我还订了一桌年夜饭，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围炉。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跟磊珠这样讲一下就走，好像不太好。小鱼，你现在应该是要替我们的孩子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吧？以这个为目标，再辛苦我都会努力。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志豪，感情是改变了。我看伊真有心意，过去我们曾经相爱，迄个时阵伊嘛对我真好，无抵抗，只好跟我无唔着。我应该和志伟一个健全的家庭，就算讲我无替家己想，嘛爱替囡仔想。那我们走吧。你是谁啊？你物件拢看好啊，免跟我讲，正就要走啊，是？安尼敢对？你是谁？是啊，美珠，歹势啦，阮真是顾不上的啦，顾不上，物件拢看好，要搬走啊？你跟我讲你搞不中，我实在有够怄的呢。我本来想讲年尾到啊，大家当好好坐落，围炉食汤饭，想袂到，竟然是这种的场面。丽珠，我知影，道义上是阮小鱼对不起阿斌甲明明，小鱼，你搁再一次心中。给丽珠回失礼，丽珠姐失礼了。丽珠啊，我真是足无奈的，啊你嘛是做人妈妈，敢会当请你体谅阮，小替阮小鱼想一下。你莫再讲我好，再讲落去，话我不想要听。小鱼，我问你。
你真的要嫁给阿本啊？你真的要嫁给阿本啊？最后会当阿秋子文？小雨，你哪会无阿母你的心肝想看卖啊？我对你敢无好？我敢无照顾你？你爱记得无？你深开大伯的时阵，你来我替我作秀，你一个人无依无我，含大个所在都无我，是我好心收留你，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只要我带你一无代志就好啊，是你家己心甘情愿的哦，敢有人逼你？敢有人亏待你？今仔对不起阮的，做唔到大事人是你，我真正想袂到，你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报答。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我知道你对小鱼付出很多，不过你放心，小鱼欠你的，我会全部替他还。还有代理育母的钱，我一毛都不会少还你。不是，掉掉你无资格讲话，助理妈咧叫董啊。好啦，为你跟老婆什么亲家关系啊啦？要走你就走。不过我也跟你讲真情哦，志伟，我是无可能遐简单就放弃。既然咱无法度好好参详，嘛无啥物通我讲的。志伟是我的亲孙，不管安怎，我就是要带回去。我讲好好听，你要跟我好好参详，啊？你只要当作我三岁囡仔，这不是讲梦话哟？那不是拄好我入门，看到你款包，我也要走。借问的，你是不是早就走看无看人影？我不是迄款唔捌人情义理的人，因对我母仔囝的温情一点一滴，我都记在心肝头。我就是无想要再担你的人情，我唔知决定要搬走。别讲较好听啦，我紧啦，地球是圆的，大小都拢会掉的啦。哎呀，别安尼啦，地主啊，我有话好好讲啊，别遐大细声啦。妈，那就出门，妈让你给冻了。好了，别走，紧走了，没送了。即卖社会是毋是好人拢袂做诶啊？你嘛知影，我是愿意照顾阿丽甲小鱼，结果咧，你看伊母仔囝，就是安尼报答我，安尼对待我诶。哎，好啊好啊，别过年啦，想些艰苦诶代志啦。你是别急啊，志伟今仔别等下呢。气者袂记得讲明明甲做伊硬要倒来，不过好啊。假使讲小姨甲这老伴咱俩恰是倒来抢志伟，反正我是要安怎，你嘛小可算一下。唉，我若算了无唔对吼，刷落来，就毋是我这个风水师当解决啦，你请律师，因为一定会小过。啊！啊！你是变怎？你嘛才讲有滴要提这个孙啊！阮大家是安尼无法偷找目镜哦。自这囡仔出事，阮大家奈何该惜个那命嘞？假使那家小人抢回去，阮真正袂堪嘞。
有啊啦，那你当做当做你经做啊？哎，我看你讲白那唔白啦。啊，你即马讲这毋是假讲的。我本来想讲，我是想讲要怪你啊，买遮侪菜我都会欢喜的，会温柔，想要看的不管怎么欢喜。菜都买来，啊无安那要请食哦，啊唔得跟因煮，啊无闲啊要来围炉。对啊，我是都爱做好。当然嘛是爱跟你斗款，啊无你一人你是煮会无？来来来，进进进。好啦好啦，卖搁念啊啦。阿妈。我这对门呢，那写到真赞嘞！我请阿婆写的啦，这就是阮林家的家训。特别哦，我甲清哦，啊清水的两兄弟啊讲哦。对啦对啦，来讲哦，敬天地，应家孙啦。有啊，孝我国，年年春。对啦对啦，外边是子孙万代。哈，该怎么出来？你经营同款啊？有。不要紧啊，不要紧啊！你看，这都跟砖头呢。哦，我知啦。你哦，做代是拢袂顶劲啦。哎呦，妈，那我至少有用心、有趣来做代志。哦，那像燕飞才好啊。啊，过年时啊，就带国庆、甲庆安，直接无去国外，甲伊爸妈过年，真正够好嘞。到底是在讲啥？我是讲。我咧，刚才，刚才，哎，妈好，差不多，差不多，嗯，加提起啊，嗯，加，来吧来，哦，来来来来来，哎，大嫂，谢你啦。花开迄一时，寒冬渐渐变春天。